家好，我是梁。今天是2022年5月7号，看肉肉啦。这两盆阴吹雪种了一年了，都没有换过土。你看，现在一片菜色，难怪当初买的时候，老板骗我说它是绿宝石，我也相信，因为当初根本不懂这些多肉的名称。那现在，我想帮这两盆换盆换土。那刚好前几天在逛二手市场的时候，看到这个方形的盆，觉得还不错，就把它买回来了。而且你看，我把它打了像蜂窝一样，都是洞，哈哈。那我现在手上这个呢，是前一阵子猫咪不小心把我的花盆踢下来摔破了，刚好就拿来用，顺便玩一下创意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去我们家楼下的桂花树那里剪下来的树枝，我们今天就帮这个阴吹雪换个新环境，顺便换个新造型。来吧，动手啦。那因为这个盆本身就很浅，我就不用铺面石了，直接把配好的土加进去就行了。把土都先加满之后，把我们这个花盆摆上去，你看，这样子刚好。树枝也是。这样就行了，然后把这些阴吹雪全部挖出来。它这个根扎得很紧。很薄。整片全部都是。看，其实它长得还不错。看这叶子掉下去，它自己叶孵成小苗。哇，根都长得超好。根长得超漂亮的，全部
上面也都长得满满的。你看，它这个根掉下去，就自己孵出来，长了那么长的根。好，开始来排咯。它每一个根都长得很好。那因为它根长得太好，这样很不好种，所以就修剪掉一些。像有些叶子还化水了，看，根系都长得超好的。根系都长得很好。这个也是，
种好了，加上铺面石。下面用这个比较小的陶粒，上面我想铺白色的火山岩，上面就铺白色的火山岩。好了，全部都种好了。这样子的换盆，是不是颜值瞬间加分很多啊？好漂亮哦！等它冬天变成樱花红的时候，就一定会更美。我们现在只要把它放在阴凉处，帮它慢慢的浮盆，不要浇太多的水。那现在还没浮盆，当然也不能淋雨。如果有下雨，一定要把它搬到室内哦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漂亮的樱吹雪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咯。欢迎评论、点赞，还有别忘了订阅哦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咯，拜拜。